普洱松谷谷地。我们先登记，登记一下。身份证需要一下。二位只需要一位的就行了。那行。아직도시작됐네됐네离婚离婚又来了一对离婚的哎呀可以了马特里亚来然后聊这边又是来调解的请坐先坐协议有了吗离婚协议离婚协议写好了为什么离婚啊这对是坐在一块的这对不像来离婚呢我看你们两个人有说有笑啊这就跟我们看再见爱人的感觉是一样的身份证江八一的儿子吗你好女方你的呢结婚几年了半年94年的这么巧他们俩同月同日生的哇塞94年的他们身份证就最后三位不一样其他都是是哇你爸爸知不知道这个事儿说了没有你爸爸是工作人员哪我知道呢退休干部哦你认识啊认识有啥过不去啊怎么笑眯眯的看刚才这个我们的二位嘉宾也说了你们两个夫妻这个不像离婚的样子啊笑着笑着说有啥过不去今天下来有啥喝不来说他喝酒吗打你吗那天天不回家是不是好那你隔壁这个隔壁办公室等一会儿没能接给我突然给我爱家妈妈有啥问题说单独给我说一下就不过家事一定给你们给他跟老人的矛盾көчүрүп келип алдыбы айрым үй жокпу ошол жерде чогуу турасыңар та кын та логунду папа мама ранху тады жеже иши чу一起住住在80平方的房子压力大得很所以他也受不了现在的孩子呢是独立生活所以主要原因是他家里人是跟他合不来他们两个要跟我们合不来等着是吗一样婆媳矛盾吗是余的克莱人家跟我说我的那他对他老公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我看他俩挺好的有说有笑的他们没带过来了不能一个人的心格来了有可能这个人在退休的时候人在我不跟他们在不然我说你们的事情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seni qırqış majburiyatı var ekan. Bilib mi? İşçiñi alıp qoy, işçiñi albay, köniñi albay turıp turı. Çıqıp jigitiñni qıçırıp qoyma, jandaq qoydı. Mekkağıstan al. Bolda köniñ jarım qılba, maqul mı? Qas nanfang yo wenti şendi. Nanfang yinge boğu ta. Bi, dan shi ta jüe ta lao gong ren.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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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你妻子说跟你关系很好啊，主要是因为跟你家里人关系不好，对不对？好，当时怎么结婚的你自己知道啊？那结婚的时候，看女方的家里人不愿意。哦、说结婚的时候女方家里不愿意。不愿意，他就但是他们两个感情好。 女方嘛，跟他跑出来，然后自愿搬拿的这个领的证，那现在就是等于他就欺负着呢。你自己说嘛，你俩感情怎么样？还行。还行。我当时看这一对，我觉得很特别。我们一再的问说，那你跟他的关系好不好？你跟丈夫怎么样？他说感情很好的。你们在生活中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发现他们说不出什么，说明他们两个人在相处中呢，还是可以的，因为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没有让自己感到特别受伤害的部分。但他提起他的家人，然后就会泪流满面，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是在脸上和肢体动作上有表现的。我觉得他们的感情没有破裂。是不是个困难？那就买房子，分家，哎，你们两家分出来，然后保护你的家。 好棒啊！说我的名字，去了叔叔不愿意。说了我的建议：第一，买房；第二，买房没有钱可以申请公租房。嗯，你也不想离吧？真厉害！可以可以。啊，不想离，离啥婚呢？去，把爱家妈带上去。哦，调解成功。别离了，离不了。 不离了，他说不想跟你离。回去给你老丈人也他说，把刚开始天然爱的那个感情拿过来，好好的过日子，听了没有？不要欺负。去。他说想办法跟你出去住。他们一家的阿伯的马古巴，好好的过，不要再来，江巴爷。 <笑>再见。这就是医院，来医院看趟病。调解好一对，真的。真的。小长再回去再过过试试，是吧？是的。这男孩子挺好的，你看，这两个人出门的时候，这个男生还搂着这个女孩了。可以看出那女孩也不反对，可以看出他们俩本身的感情是很好很好的。他们俩很有缘分，他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我觉得他们相遇的时候一定觉得是天意啊，很浪漫。哎，你俩要不要站那儿？我给你补一张。你俩站那儿，我给你俩拍呢。我俩拍了。他俩需要拍一个，他俩没结婚证，他俩需要拍一张。<笑>拍一张吧，那不行，我先拍一张，趁着阿和线，来吧，邀请你。 来来来，我刚跟你处的朋友情，你不要照。看着，我们作为朋友，我们来拍一张。谁跟朋友拍这儿？也是。是吗？别扭不别扭？谁跟朋友在这儿拍？肯定不会拍的，结婚照就是他们俩的一个点。嗯。不。为啥？为啥？ 为啥要给你拍？拍一张照嘛。哎，Hello，你好，你好，来，请进。你是来干嘛的？现在这边先登记。那个领证。补离婚证。说。 为什么想离婚？<笑>他不拍，不跟我拍照。为什么要离婚？不想离，他想离。不想离，他想离。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他不想拍，我想拍，我想把他嫁过去，但是他说你别找我，我害怕。人家为什么要跟你离？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嗯。但应该怎么办？那调解，调解。局长就这风格。咋了？就这样子了？你说说他，他要离婚。那他们两个调解呀？你调解一下子。
来，坐。哎，坐。调解我们了？你说你让局长跟调解了？他们也是中间隔着的，这种的感情我们没办法调解。怎么样？怎么样？你来，你看嘛，哎，你都干这么多年了，干十几年了，他们俩，你问他们。 怎么还害羞了呢？怎么不在你手上接着调解不了啊？哎，有哪个方面不合适？哪个方面不合适？他来老公喝酒打你，还是，嗯，<笑>他喝酒，嗯，喝酒回来老老实实还是过来就打你欺负。<笑> 还是老师在外面不会来？没有打我，没有打。嗯，没有打你是吧？嗯，就是他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待着。那常在外面？对，他喜欢在外面玩。对，外面有女朋友吗？还是？没有女朋友，外面很多朋友，有男有女。那这个感情深一点的有没有？有几个感情深一点的。 倒没有，基本上都差不多吧。外面溜的是工作需要还是？就纯玩。出去玩。可能玩也会带来一些工作机会。嗯，你拉倒吧。朋友比我重要。嗯。不会吧？真的。朋友比你重要的话，他不可能跟你一起到。 新疆来，柯州来，阿奇来，啊，我不相信这个。<笑>局长明鉴，局长。嗯。局长，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真的很喜欢。嗯。局长，我想跟他在这儿二河县合张影，他不和我拍，我不知道怎么劝他。可以拍。 局长整不会了。